那就是全台湾就有原住民泰雅族指挥织布啊，就是利用这个织布来做成这种品牌，做鞋子这样子啦，对。现在目前有两个人而已，那一天产量大概有的时候三双，有的时候五双。那比较简单一点的，像这个就差不多可以做十双，简单一点的做十双。那比较复杂的话，就是蜜头那个，只能做一双，一天一双，几乎都是我在做，那比较高难度的，他目前是只是会攀鞋哦。攀鞋，然后就贴底这样子，比较简单， okay, 对简单，比较简单型的。哇，那是不是高难度的政策啦？什么啊？攀的那个高级那个马靴啊？嗯，还不会。哇，那凉鞋可以。刚刚听到我们的陈大哥讲，他20年才真正上手。哇，怎么当下的心理什么感觉？哇，压力很大。压力很大，哇，压力很大，不到一年啦。对。怎么样？觉得学做鞋子真的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不容易啊！哇，所以看来以后你要好好巴结陈大哥，怎么样把他20年的功力，在短短2年之间就传授给你？哇 ，OK 了，他是有天分的哦。有天分 ，OK 了哈、哦。没问题、啊。好，哎，加油！我20年后再来看你啊。依照陈师傅的经验，要培养一个可以设计鞋款的师傅，需要天分，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啊。看来格雷善创意制鞋要能延续下去，下一代的教育很重要的。